听新闻是要真心的话，我全心全意寻求了你，全心福利黎明里，我将你的话藏于心，免得我违背个罪你，神啊你该受称颂，你将命令教训我，传扬你口中的典章，我心愿地地发出，如同人心掠财物，我要默想少女的寻思，也看中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秘密中记乐，珍重耶和华的一切教诲，我永不忘记你的话。少年人如何接近行为，是要遵行你的话，我全心全意寻求了你，全心福利黎明里，将你的话藏于心，免得我违背个罪你，神啊你该受称颂，你将命令教训我，我传扬你口中的典章，我心愿地地发出，如同人心掠财物，我要默想少女的寻思，也看中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秘密中记乐，珍重耶和华的一切教诲，我永不忘记你的话，珍重耶和华的一切教诲，我永不忘记你的话。